翻，講翻精氣神都未講完。咁精氣神嘅觀念咧，頭先講咗最重要嘅幾本經書咧，一路行到去《抱樸子內篇》嗰度咧，都有講到精氣神嘅觀念。頭先講《抱樸子》嘅佢精彩嘅地方咧，因為佢自己好精彩，因為服食又得，醫家嚟嘅，佢兵家嚟嘅老子熟讀嘅細路仔已經熟讀啦。咁啊，又係儒者啊，氣功大師，乜嘢都係包在一身。咁佢話咧，咁咧就要食埋金丹，食埋金丹，練埋氣功之餘，仲要食埋金丹，咁你先至能夠做到長生不死。喺郭熊嗰個年代就係咁嘅，因為金丹嗰個觀念好強。咁唔理佢呢個觀念啱定唔啱，佢有個文化嘅背景嘅，有個歷史嘅背景嘅。咁一路去咧，去到唐朝，因為金丹嗰個盛行得緊要，咁咪好啦，翻轉頭去內練咧。咁啊，中女就出嚟啦，中係鍾離權，女係呂洞賓，中女。前面的一個大系統就成嚿系統等了出嚟，跟住佢咧又係宋北宋，又有南北二宗啦，北宗就王重陽，南宗咧就張伯端為首，跟住有其他嘅體系，咁啊東南西北宗，跟住明清，跟住而家民國，跟住而家，咁就。偏於聖公，呢、這個北宗咧就偏於聖公，聖命雙修，呢、這個聖命雙修，聖公命公一定要講，呢、這個咧就聖，呢、這個就命為主，就不離聖啦，呢、這個聖就不離命啦，咁啊偏啦。咁問題就係聖命雙修究竟講乜咧？我又好似有啲思想上面未交代。其實咧，喺精氣神嘅觀念咧，有啲思想重點咧就一定要交代，就係點解會有？點解要練氣呢個觀念？而練氣呢個觀念關乎於精同埋關乎於神呢個咁嘅講法咧，其實有好多文化嘅背景，逐一逐二講又講得唔清楚。但係咧，如果你睇翻我個筆記咧，就話精呢個觀念咧，其實好早已經有嘅，因為人係帶肉嘅。你去石器時代嗰啲咁嘅文物，你去睇咧，肉氣就已經開始。肉呢個觀念咧就係精。物質的精華最靚的在這個地球上面最靚的一些最靚含有精最精的精的積精而成為一個最靚的東西是玉器。那這個觀念呢就是你憑這個出土文物帶玉這樣東西已經 是 表示到部分的，那這個精是遠古的觀念的。那氣呢就自從這堆學者同埋經書，道教嘅經書，再鄭重咁提出嘅時候咧，嘅氣嘅觀念咧，將所有前邊對於原備性嘅大宇宙、混沌嘅宇宙嘅理解也好，對於自己嘅小宇宙不知半解、一知半解、不知不解嘅嘢，用一個觀念嚟去理解也好，你點都好，你呢個咁嘅氣嘅觀念咧，就總其大成，就成為一個好嘅開始。就將呢個人呢個小宇宙同大宇宙用呢個氣咧，就拉成一條線，可以相通貫通嘅一條線。我哋練氣啦，可以得到嘅。我哋練氣可以得到嘅練氣咧，就係咁樣得到啊，咁樣得到。咁得到嘅意思咧，即係話你能夠同呢個大宇宙咧就冥合，即係相平衡、相平嘅平起平坐，即係你能夠達到呢個咁境界，咁就係叫得到。這個大宇宙怎樣的境界？混沌一片，最原始的混沌一片叫元氣，未曾衍生的時候，這個叫一，這麼說，未曾分裂為二，未有陰陽的，人已經是陰陽五行的一個東西來的，而五之精妙合而形，成為一個人的身體。啊，這個身體
係已經形質化咗，即係已經係變咗好多萬次，然後變成而家咁人嘅狀態。你要翻到去，你通過練嘅練呢樣功夫咧，就翻去最早嘅，好似宇宙未曾開始嗰陣時嘅個混緊一片嘅元氣狀態，咁就可以平衡到，達到到同宇宙一樣咁嘅境界，叫做境界啦嚇，暫且粗略咁叫境界。咁人係可以做得到。咁呢個氣就總成呢個咁嘅觀念，帶出呢個觀念，所以人咧喺道教嚟講，通過氣嘅鍛鍊就可以達到呢個咁境界。咁我呢個混沌唔知乜嘢東西，嗰叫神仙啫嘛。好啦，老子已經講咗啦，嗰個叫做一嚟嘅。好啦，老子其實咧就帶出咗一個道家好重要嘅思想。其實咧打坐嗰個思想咧，就唔一定係老子講，打坐。老子講嗰本咁薄薄嘅《道德經》81章5000言，其實講好多嘢噶啦，唔係講打坐。你話佢唔係講打坐又唔得，因為有一兩章真係講打坐嘅。自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你咪坐喺度，你起碼都戇居居嘅時候，你先會睇到萬物並作，唔以觀其服，然後觀到哦，樣樣嘢原來有啲咁嘅循環，咁樣嘅機制出現喎。你唔坐喺度諗下嘢，你點會咧？係咪咁啊？即使他可能是不閉目養神地 去打坐這種方式，但起碼他都要叫自虛極守靜篤。八書就不是這樣寫，自虛行也，自虛極守靜篤也，自虛行也。但自虛和守靜是必須的。自虛守靜，你會想像到你不去令到自己一個去到一個渺渺冥冥，第21章已經講了，妙系冥系，恍系忽系，忽系恍系，其中有象，恍系忽系，其中有物，妙系冥系，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佢讲得好清楚，你要做到恍恍惚惚，你可以行下可以谂到恍恍惚惚，咁但系咧，你会唔会系坐喺度容易谂啲？你经过一个静坐嚟到谂，会好啲。咁你要发现到。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妖。你匆忙的生活，你怎樣去觀其妙、觀其妖呢？是吧？你假如要在靜態裏面才能夠做到這個功夫，這個功夫就是打坐的功夫才可以的。那它其中一個point，不是，它在《道德經》裏面也都有帶出，你是通過打坐你都去令到你達到一些觀想。萬物並生呢樣嘢，係咪？好啦，渺係冥係，恍係忽係，呢啲嘢就係呢個大宇宙混沌未開嘅時候咧嘅一種狀態。當你能夠喺打坐裏面，亦都係進入咗呢個狀態嘅時候，你同步，你同呢個大宇宙係同步嘅時候，你就會發現到呢個你同物之間嗰個溝通係通得到嘅。咁就係呢個思想。好啦，你自虛極守靜篤，達到渺係冥係恍係忽係嗰陣時，你會發覺有啲叫做託弱之氣。另一章講《道德經》，另一章講叫託弱之氣咧，就係、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初九；聖人不仁，以百姓為初九。天地之間，其由託弱乎？虛而不屈，動而越出。天地之間，其由託弱乎？託弱咧，託弱其實咧就係、是、一個風箱託弱。天地之間，其由託弱乎？即係話天地之間咧，好似一個風箱咁嘅形態嘅。其實啱嘅，這個、呢個咧。呢、这個叫地球，呢、这個咧叫做氣大氣層，輕清就上為天，沉俗嘅下為地啊嘛。咁呢個地，呢個重，呢、这個重俗，呢、这個係輕清嘅氣咧就向上行嘅，行到最頂咧，因為大氣層擋住你，佢又會翻翻落嚟變咗條，譬如魚啊、霧啊、露啊咁樣，咁落嚟。重者為魚啦，咁啊落翻嚟，
咁又再上翻去，又再落翻嚟。你呢個切割呢、這個 section 啊，呢個 section 咧，你會睇到咧，呢、這個叫地，呢、這個叫天。嗰啲咧，嗰啲嘢咧就係咁樣不斷咁樣向上行，向落，向落行，向上行，向落行咁樣。呢、這個咪就係風箱，佢走唔出天覆地在呢個咁嘅咁嘅架構。天覆地在嘅意思就你上就上到最天，最天嘅地方，你冇得再上，你要翻轉頭。你落到最地嘅地方，佢冇得再落，就要翻轉頭。咁呢個循環喺呢度，喺呢一度嘅嚟睇咧，呢、這個切角嚟講，你就係一個風箱嚟嘅。風箱嘅意思，風箱嘅意思，一個風，一個封閉嘅空間裏面有嚿嘢咁樣，然後有支棒咁樣推下咁樣，然後拉到風啊。咁呢啲呢度會喐嘅，就係因為你拉呢、這個你拉，亦都係因為你呢度冇得走，有前有後，你冇得走，所以令到你呢個循環不斷咁樣去。咁呢個點解會喐咧？又一個大問題咧，又可以另一個講座先可以講呢、這個點解會喐。總言之，佢又會喐喎。即等於頭先打坐，點解第一啖真氣出現嘅時候，嗱我就係頭先我好粗略咁講，就是、因為你呼吸，有一個循環嘅系統已經擺咗喺度，你先至真氣先至會喐。但係咧喺呢一度嚟講，你點解會喐？識得易卦嗰啲人咧就話咧，哦呢度乾呢個坤乾咧，就因為搶咗一隻牛咧，就變咗係離呢度坤咧，就搶咗上面一隻牛咧，就變咗係冚，所以咧冚離咧就會喐啦咁樣。你都講唔到點解會搶咗人隻牛，咁就會喐，咁總之會喐，咁都唔知點解。好啦，呢個係講另一個講座先講。咁咧，總之佢喐，喐嘅時候咧，呢、這個就係風箱嘅原理嚟嘅。呢、這個風箱嘅原理咧，喺呢個大宇宙嚟講咧，講咗出嚟。呢個風箱上下落下，上下落下，人咧亦都喺度上下落下，上下落下。呢、這個就係風箱嚟嘅，呢、這個人練緊氣呢樣嘢係風箱嚟嘅。或者係唔練氣呢樣嘢都係風箱嚟嘅，一個臭皮囊包住一紮氣、啊、中國人最有智慧嘅地方就係你唔好話腎係一個腎嘅實質，而係腎係腎嘅功能，腎嘅氣嘅功能。肝又唔係肝嘅一嚿一撇嘢，而係肝有一個肝氣肝嘅功能，全部以氣化嚟去睇所有嘅臟腑。正如《黃庭經》裏邊咧，所將所有嘅臟腑咧變成一個氣，要傳上呢個咁嘅氣嗰、那個精華叫做腎。好啦，老子咧就係講呢個天地之間其有託若扶呢樣嘢，虛而不屈，動而出。虛而不屈，動而出就係一個風箱嘅原理。你如果你一喐佢咧，佢就不斷咁喐噶啦。越喐佢咧越多嘅，動而出就係咁解。虛而不屈，佢係冇嘢，虛啊，虛空啊，冇嘢。虛而不屈，你唔好虛就以為係冇曬嘢，萎靡狀態，唔係。越虛就越勁嘅，佢 power 越出得勁，咁啊虛而不屈嘅意思嚟嘅。動而越出，你喐佢一啲咁多去刺激佢咧，喐少少佢就會佢就出嘅。越刺激得多咧，越做作大力啲咧，佢就越大力。咁嘅時候咧，呢、這個就係講氣功嘅，這個講來，因為當時梗係唔係個氣功啦，但係呢個咁嘅觀念咧，係咪發展咗氣功嘅觀念，影響咗後來嘅氣功觀念，老子嘅思想。咁老子嘅思想咧，除咗喺內丹作為一個啟發性嘅思想之外咧，咁當然咧佢有啲思想就係兵家嘅思想啊，聖人之道嘅思想啊等等。醫咧，因為氣功養生呢樣嘢咧，喺個其實我喺個筆記度講咧，係發展咗兩個大嘅主流文化主流，一個咧就入咗去醫嗰度，中醫嗰度。另外咧就係、是、入咗去內丹噶啦，入咗去醫嗰度咧就係而家講緊老子，老子係有啲思想，譬如呢啲託弱嘅思想啊，渺係冥係恍係忽係呢啲咁嘅思想啊，其中有精呢啲咁嘅思想，咁啊入咗一個內丹嘅思想嘅範疇裏邊，為諸未有，自諸未亂呢啲咁嘅思想，老子嘅思想就入咗去中醫嘅思想。靜呢啲咁嘅思想，只虛極守靜篤嘅思想，內丹又有，中醫又有，係咪？咁呢啲咧，老子嘅思想咧，嗰個啟發係好大、好明顯。咁啊，莊子咧就更加
有好明顯咁樣句讀咗出嚟咧？若一字無聽之耳，聽之心；無聽之心而聽之氣。無聽之耳而聽之心，即係你唔好聽，你唔好聽，你唔好聽用耳仔嚟聽。無聽之耳，聽之心，用心嚟去聽，用心嚟去聽。外在嗰啲咁嘅聲音，你用唔好用耳嚟聽，用心嚟聽，都唔係究竟。無聽之心而聽之耳氣，你唔好用心嚟去聽，用氣嚟去感受佢，用氣。咁呢個咧就帶咗佢就係講緊心齋藏王啲嘢，講藏王，唔係講緊心齋。係呢段説話係講緊心齋，虛而待物，用個氣嚟到去感受佢。咁呢、這個你坐喺度，你就係做緊呢啲嘢噶啦。誒，莊子就叫你唔好用符像嚟到去認知呢個世界。耳止於聽，心止於符。耳止於聽，你耳仔就唔好用你耳仔嚟聽，唔好用耳仔嘅聽覺，唔好運用耳仔嘅聽覺。耳止於聽，即使你自然地運用咗佢嘅聽覺，你都聽而不聞。咁樣。心止於符，你個心智嘅意識咧，心你講你個意識，你意識好多時你諗嘢，有時係用圖像嚟去諗嘢。我阿媽係一個形象，我一諗起阿媽，我就諗起阿媽個形象，你係用圖像嚟諗嘢。你呢個咁嘅圖像咧，心止於符，你唔好用呢個符號嚟去諗嘢。即使有符號出現咗啦，有呢個圖像出現咗，你都唔好嚟。咁咧就係叫你咁樣去練呢個咁嘅功夫。呢個功夫佢就係、是。佢又講緊心齋坐房啦，咁其實我哋日常去打坐練氣咧，就要呢啲功夫，要搞到佢定啊嘛。頭先係啲氣入咗去要定得定則固，固則萌啦。你唔定咧，就冇功夫噶嘛。定嘅意思咧，就係、是、你又似有又似冇，又唔係有又唔係冇，又係有又係冇，叫定啊嘛。定係咁解喎，唔係話擺咗喺度定嘅咁嘅定喎。定嘅意思。即係你融化咗，或者係超越咗兩件唔同嘅相反嘅嘢，叫做定。動中求定，或者靜中求定都好，都有定。靜中求定係好容易嘅，動中求定係難嘅。打太極揾定係好難嘅。靜中求定喺打坐嚟去揾定咧，就算係易嘅啦。但係即使係易啊，你都好難做得到嘅。咁咧定咧，就唔係話乜嘢都冇嘅時候定咯，乜嘢都冇可能係叫靜。叫無念，但人係唔可以無念噶嘛。你打坐嘅時候咧，一定係有念嘅。你有念而不著於念咧，叫做定，叫定。禅定嗰個定亦都係咁嘅意思。外不著於境，內不亂於心，叫做禅定。咁呢、這個咁嘅講法咧，就叫定。你有外在嘅嘢唔干擾到你，內在嘅氣機一路咁樣做作，你又觀想得到，你又觀照得到。咁嘅時候咧，叫做定，唔係話剷除曬所有嘅嘢叫定，冇可能，亦都係唔需要。咁你要做到定咧，你先至有做得到。好啦，老莊子咧喺心齋藏王咧就啟發咗呢個丹道嚇。咁啊，老子頭先講咧就啟發咗丹道之外，仲有中醫嘅思想。跟住咧喺先秦嘅大學問家管子咧。管子當然有人話管子本身就係公元前五百幾六百年，公元前五百幾六百年嘅一個人，但係管子呢本書就唔係呢個人講嘅，可能係西漢嘅時候嘅作品。點樣都好，管子又係叫做積下道家嘅一本重要嘅著作。莊子其實都係積下道家，荀子又係積下道家，所有呢啲咁嘅人物咧，都係帶出咗。好多關於精氣神嘅觀念，管子講個嗰個氣咧，又講得好多嘅，講個精又講得好多嘅。咁呢度咧，因為好悶嘅呢啲嘢，咁你咧喺文化嗰個發展咧，咁誒你稍微知道嘅算，就跳過。寫稿又唔同講嘅，因為講咧要講得咁學術化咧，冇乜趣味，咁啊一早已經瞌眼瞓。咁啊寫咧就唔得嘅，你寫要逐字咁要引經據典，咁所以咧就寫就要嚴肅，嚴肅咧梗係自然就悶噶啦，你唔嚴肅輕鬆咧，梗係唔係學術化噶啦，
冇引經據典。咁但係咧講就係、是、你應該咧就係、是、咁樣，即使咁都好容易黑眼瞓。唔想做啊？啊，都想做啊？或者令到你哋拎啲問題出嚟討論下。喺聖靈雙修之前咧，就有咩有啲問題，或者有啲咩可以拎出嚟討論，或者我講得唔啱嘅，可以拎出嚟挑戰 challenge 我。同埋長生不死嘅死係咩意思？死係咩意思啊？不死咁即是點？即係你如果七十歲零，你七十歲冇咗啦，嗰、那個叫死啊。咁叫不死咯？不死咧，即係你超過咗，你唔會死。唔係啊，咁八十歲都會死噶，八十歲唔死得。唔會死，唔會死。咁嗰個不死係理解上係即係點？即係唔會死咧。點解唔會死？嗰、那個死係、那個概念係點樣？即係佢係去咗另外一個境界嘅生存咧，抑或係點樣？喺道家呢個咁嘅觀念，死呢個觀念咧，就係、是、形虛係唔會凋謝。仍然係咁生存緊，咁叫做死。係唔係你頭先想？我唔知你係咪想引到去，即係話另一個營區，或者係前世啊、今生啊、未來啊等等呢啲咁嘅營區，就唔係同一個營區。咁、但係人始終會死㗎，如果從生物嘅角度，咁你所講嘅不死，我理解唔係我所講嘅不死，你challenge呢個文化。呢個文化話俾你聽，通過一個咁嘅鍛鍊咧，呢個宗教、道教嘅一個終極嘅一個關懷，呢個神仙嘅觀念，佢係呢個營區，呢個營區如果第一身係你嘅話咧，你通過呢個咁嘅鍛鍊咧，呢個內丹嘅鍛鍊咧，你呢個第一身係唔會離去嘅，唔會萎靡嘅，咁就個不死。但係咧，頭先我講到呢個營區咧。其實呢個營區一路咁鍛鍊嘅時候咧，佢頭先講咗神仙有幾個境界啊嘛，一個叫地仙，一個叫神仙，一個叫天仙啊嘛，啊，咁啊地仙咧就係、是、你呢個營區咧，經過鍛鍊之後咧，你個氣咧可以出去，就入翻嚟，入咗翻嚟又唔出得去嘅，呢個叫地仙。咁呢個可以長生不死嘅，咁啊唔知幾時死啦，咁咧就。神仙咧，佢可以死嘅喎，因為你唔係保持呢個境界咧，你都可以萎靡嘅嘛。你個元神，你可以萎靡。好啦，你個神仙就出咗去，入得嚟，入得去又出得去，出得去入得嚟。你出咗去，你可以唔入呢個噶嘛？你入第二個得噶嘛？你可以入第二種物質都得嘛？係咪？呢啲係無所不能噶嘛？何止特異功能咧？咁所以咧，呢、這個咁嘅境界咧。你可以話佢死咗啊！你可以話佢死咗，但係咧，你呢個境界咧，佢未死嘅，佢借另一個營區又可以存在，因為佢入得出得出得入得啊嘛，佢無處不能通啊嘛，咁呢個係神仙境界。好啦，天仙係點咧？天仙咧借一個營區，借一個營區你到行道於世，即功累德到咁上下，即你個道德同埋普度眾生你個功德到咁上下，你係先至叫天仙嘅。咁但係咧，而家你話死與唔死嗰個觀念咧，啲神仙同埋天仙嚟講都係一樣嘅。總言之咧，借呢個營區嚟到行道啫。咁你個不死咧，亦都係可以叫死啦嗰陣時，因為你出得入得出得入得，今次出呢度，今次入呢度可以下次出入嗰度。咁嘅時候咧，就呢個境界咧，喺你嘅觀念嚟到講咧，佢係死咗㗎啦。但係喺另一件嘢嚟講咧，佢入因為入出入自如啊嘛，出有入無都得嘅。咁唔知喺邊度出現，咁咪神仙，你可以話死，又可以話唔死。有少少問下袁道長，譬如好似個圖咁樣，即係嗰個氣升就逆降啦，即係坎同埋離嗰度咁嘅循環啦，睇個圖。咁就龍虎交溝嗰度，嗰、那個虎屬金，龍就屬木，係咪嗰個肺同埋個肝腑嗰度嗰個氣機咧？還是另有所指咧？嗱，譬如而家你個圖咁樣，個心，即係譬如好似係離啦，有火啦，
冚嚟咁樣，即係好似咁樣循環啦。但係如果龍骨交扣嗰度，咁係點樣去咧？即係個金同個木嗰度，即係聽同埋睇啊，睇得多龍骨交扣。但你頭先講嘅時候，我都仲係有唔有問題？即係話大啲，話清楚啲。金啊，生水，水咧喺呢個內丹嘅講法咧，叫喺呢一度嚟講咧，你要有藥咧，一個圓喺呢度嘅。咁啊，最後咧呢度心咧有個空喺度。最主要咧呢個圓同埋空。金咧就是、生水，你要有呢個咁嘅圓咧，就由呢一度嚟到令到呢度有圓。所以你其實咧佢個法。佢發芽嘅地方咧就喺呢度，呢度亦都係一樣。呢個控咧就係、是、佢發芽嘅地方就喺呢度，所以咧起呢個演練嚟講咧，你首先由呢度開始得到呢度，由呢度得開始就得到呢度。所以如果你睇下有五真篇咧，有一首詩咧就係、是、關數字嘅，呢個係四，呢個一，呢個二。三呢個二一二三四五喺中間，一四就係五嚟嘅，一四係五嚟，二三又係五嚟嘅，土係中間就係五嚟嘅，三個五加埋咧，三合咧，三五五五五，咁你就可以得到呢、這個真氣。呢、这個真氣咧，其實咧就係、是、呢兩件嘢溝埋嘅。但係呢兩件嘢溝埋咧，其實就係呢兩件嘢嚟嘅。呢兩件嘢係究竟最後咩咧？就係呢件嘢嚟嘅。因為頭先講咗咧，最主要就係呢一度揾真正陽之氣啊。你個心嗰度揾呢個正陽之氣啊。你個心翼裏邊揾正陽之氣。你唔好理個翼係應該用咩觀念咧？用陰陽，陰係有嘢嘅觀念，你話真係冇嘢觀念咁好。咁最後咧喺呢個正人之氣呢度揾嘅，喺呢度揾。咁你頭先講龍虎咧，再嚴格啲去講個龍虎咧，就係、是、咁樣。呢度咧，神先天係水，神先天係水，後天咧就係、是、氣。氣咧，如果我畫咧咁樣氣咧，呢個咧心咧先天係。是水，先天是火，後天呢就是水。如果我畫呢就這樣，這個有形的物質呢就升上去，這個有形的物質呢就降下來，這樣一個循環，這樣一個循環。好了，原來這個有形的物質呢就裡面呢有一些叫做無形 的水來的。呢、这個有形嘅物質咧，有形嘅液咧，裏面原來入邊有啲叫做無形嘅氣嚟嘅。嗱，呢個有形嘅物質裏邊嘅無形嘅水咧，我哋點樣稱呼咧？呢叫真一之水。呢、这個先至叫苦。嚴格講啊，就呢個先係叫苦。呢、这個有形嘅液咧。裏邊咧就有啲叫無形嘅氣，呢個無形嘅氣咧叫做正陽之氣。嚴格講咧，呢度先至叫做龍。好啦，所謂龍虎交溝咧，就喺呢個嚴格嘅觀念裏邊嘅龍同埋嚴格觀念裏邊嘅龍虎咧就交合。
即係話其實呢嚿嘢咧，就加入呢嚿嘢咯。呢個紅色嘅裏邊嘅黑色，呢、這個紅色嘅裏邊黑色嘅黑色同黑色加合，即係紅色加合咧，其實就係黑色嘅加合。好啦，頭先我話陰，你唔好當佢係一啲嘢啦。你陽，你先當佢一啲嘢啊嘛。咁其實咧，呢、這個黑色嘅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滴水嘅嘢咧，同埋呢個黑色嘅呢、這個呢、這個滴呢、這個呢、這個氣咁嘅嘢咧，其實咧就係、是、氣嚟嘅。最後咪加入咗一個氣，就係、是、呢、這個。最後咧，成個成嚿嘢就出現咗，原來就係呢嚿，即係呢嚿。就係揾呢嚿嘅，你採藥就係採呢嚿嘢，跟住採咗之後咧，你去燒煉咧，又係燒煉呢嚿。燒煉嘅時候，佢即係火候嚟嘅，其實就係火候嘅意思咧，即係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呢嚿嘢，越多呢嚿嘢，最終係呢嚿嘢，即係呢度嚟嘅。你頭先講嘅龍同埋虎咧，嚴格講咧，就係呢一度嚟嘅。真一之水叫虎，正人之氣叫龍。而肝同埋肺咧，其實是一個起動劑嚟嘅，即係起動。你要由呢個金木、金宮啊，嗰啲咁嘅烏土就係呢一度啊。呢、這個金同埋木咧，就係一個起作用嗰個藥物嚟嘅。咁啊，成個過程就係、是、其實就係咁簡單，圖像就容易講。數字就其實就係咁啦，你睇五真篇咧就話呢條數咧就解極都唔明，東三一東三東三一四同乘五啊咁樣有一個五真篇，佢話好自古都好難解，其實就喺呢度咧就好易解，三五一都三個字你就冇嘅。古今明者實言稀，東三南二同乘五不一，西方共四共之，無己自歸身數五，三家相見結嬰兒，是之太一含真氣，十月胎元入聖機。十月胎元入聖機，即是你得到那個胎單頭啊，即係個先天一氣，佢就係三五一刀三個字，三個五，三一個五，兩個五，中間個五。點解要中間有個五咧？要諗佢噶嘛，你要全想噶嘛，你要做噶嘛，佢無為同埋有為同時出現嘅。你冇一個二咧，你將佢交合咧，你將佢二你都要諗下咧。咦，原來有啲嘢喎，原來有啲嘢咪諗緊嘢啦，係咪？呢個二就係五嚟嘅，跟住咧呢個三二咧，呢兩呢組嘢同埋呢組嘢都要嘅，所以三個五。咁啊，古今明者實然稀，即係。古今都明嘅人都唔係好多嘅，其實如果係咁樣睇就好易明嘅。咁唔該曬你，唔該曬你。你唔好真係以為聖嬰喎，嗱，聖明歸子咧，佢好多圖嘅喎，咁啊畫個打坐嗰個道士咧，出邊有一陣煙咁，跟住有個細路仔，咁好似叫嬰啊，聖嬰出現喎，或者出竅喎，你唔好以為自己真係可以有個變咗個叫做 B B 仔啊，其實呢個係誤導嘅，佢唔係誤導你喎，你誤導自己喎。即係佢用圖像嚟到講清楚個嬰嘅意思嘛，復歸於嬰兒，老子嘅復歸於嬰兒。啊，復歸於嬰兒，你叫你好似嬰兒咁嘅狀態，重復翻好似嬰兒咁嘅狀態，最原本個狀態係有先天一氣個狀態嘛。道就喺嗰個道出現噶嘛，即係人已經係凋謝緊後天一路咁樣不斷咁樣去凋謝咁衰退咁，你要翻去。最原始、最完美嗰個狀態，最完美嗰種啊一聲嗰個 B B 仔狀態啦。你啊完之後都唔係最原始喎，你啊咗咯喎，因為一啊咗就後天嚟噶啦嘛。所以咧 ，B B 仔啊之前嗰個最靚嗰度，即係混沌未開，
想開，即係未呃，又就嚟呃，那個係最後天係最原始、最靚嘅狀態。以後天嚟講，老子係叫你復歸於嬰兒，就係復歸於嗰個 moment， 未呃之前嗰、那個。咁咧，丹道咧就借咗呢個思想啊嘛。頭先老子影響非常之大，影響內丹。咁為咗啲道士，為咗令到你明白啫嘛，佢唔係誤導你㗎，你誤導自己嘅。佢明白即係你，練到咁上下，你就復歸嬰兒啦。嗱，畫個嬰兒俾你睇啊。點知你班人就當咗自己係即係出竅變成嬰兒，即係戇居，即係唔明。即係所以咧，佢都講得啱嘅。古今明者實年稀，即係明嘅真係唔係。咁你復歸嬰兒，你係啱嘅。復歸嬰兒，即係喺嬰兒嘅狀態，即係丹道都係講嗰個，你得到嗰個丹咧，其實咧就翻翻去最本源嗰個狀態。嗰個就係叫嬰胎，就係呢個，就性嬰就係呢個。即係由後天步翻去先天。係啦，咁咯。其實唔係先天，其實後天嘅最早嘅。Okay. 先天就冇嘢㗎，其實。佢先天八卦，後天八卦，先乜鬼天啫？八卦已經係八卦啦，已經係後天嘅，你乜仲有咩先天八卦咧？第一個代名詞啦，佢冇誤導你嘅，不過你啲人自己誤導自己。咁就喺呢一度咁講。有冇相關嘅問題？既然畫咗個圖咁正。有很多問題的，其實這裡是啊，如果再說就聽不到姓名雙修了嘛。其實姓名雙修是一個學術化的說法，這個呢是一個實際的體驗。的體驗的收三個五同收三個六，咁可能就只係你下睇下你偏咗去邊一邊，會唔會有啲關係？啱唔啱？你除咗三個五同三個六嗰個，咁我偏住教三個六，我諗唔會係即係無的放置咁樣話投佢作三個六出，因為牽涉到宗教嘅。我係唔知道，我唔知道佢係咪無的放置啊？但係咧，我係知道我哋有的放置嘅。點解咧？呢個係講翻頭先先天後天，其實呢個先天數同後天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呢個係先天數。而呢個咧，大九理一，左三右七，四為肩，四二為肩，八六為足。呢個係後天數，呢個九宮中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五。這個還讀掂讀都是十五啊，這個叫後天，這個叫先天，如果講就是這樣講，那是有根據的，是有的放矢的，即是說這裡呢是木火，這裡是金水，這裡是東，這裡是東南，這裡是西北，中間是中土，這裡呢就不是以方位，這個呢呢、这個係睇先，呢個係呢個信呢、这個東呢、这個呢、这個木嚟嘅，而这个呢個咧八六呢、这個六係，呢、这個八六呢、这個係金嚟嘅，呢度咧係土嚟嘅，呢度火呢度水，中間係土，呢、这個後天數，呢、这個後天數咧係講緊一個平面嘅運化。这个呢個咧係中型嘅運化，呢、这個係上下嘅，呢、这個係橫切面嘅。春夏秋冬嗰個術數咧，就由氣一路上，液一路落，
咁咧出現咗呢一個，啊，所以水喺呢度，火喺呢度，呢個後天就還前面嘅。咁點樣都好咧，再講落去又好花時間去講出數。咁咧我自己嘅見解，頭先回應翻你又係有的放矢，即係話五喺呢度咁得意四加一係五，啊，呢個東，呢個南，呢個西北加埋五，東南咪加埋係中間有三個五出現，就是，附會翻呢個五行嘅五行五臟嘅話咧，呢，這個就係金生水，呢，這個肺就去咗腎，肺就生腎，呢，這個木嘅肝係生呢個心，生呢個火，咁就係咁樣造成呢個術數，咁就變咗五個五，三個五。咁但係三個六咧，咁我哋嘅傳統冇呢樣嘢，即係唔知點樣有三個六出嚟咧，我都唔知佢點解有三個六出嚟。但係我哋三個五係根據術數嚟出現嘅，所以有個根基喺度。你唔好睇小呢，這個呢兩條數，呢兩條數影響好大嘅。你風水啊、算命啊，全部都係呢兩條數發展出嚟。尤其是風水啊，用呢條數用得好多嘅。咁呢個我哋幾千年文化都喺呢一度搞咗好多嘢出嚟，咁係有個基礎。三個六我真係唔知嘅，點解？咁叫做三個六係魔鬼，我哋三個五係變成仙。我感覺上咧，即係如果你咁啱呢啲數目字，即係成日做一個元基數咁，咁應該有少少巧妙。因為三個六我哋真係喺個術數裏邊係冇噶嘛。唔係你喺中國佢講到術數。咁但係你外邊嗰個術數我哋係冇。如果佢每樣佢每一個合數俾你啊嘛，即係佢一定有個所謂嘅如果唔係咁樣。三條狗啊，四條狗咁。誒，三條都係 B B 棒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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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棒一樣，一樣三條。咁同埋佢如果啲佢有啲五行為準嘅話，佢呢個我再唔係呢個五行排法嘅話，如果你橫切你即係呢個再高低睇法，你咁樣呢就三條咁咯。因為五行同堅持到相克，如果你翻轉頭，如果你逆轉嘅時候，咁你就會記住啦。啱啱時上下嘅話，你水火相反。相反你攞唔到個六數出嚟㗎。你唔即係我以為你咁樣嘅方式。但係你再相反，你將個河流落先再調翻上去。但係河流落先，你都攞唔到三個。但係因為堅持到一個，喂，你氣氣嘅情況之後，如果你點解你走嘅時候，你唔會走單邊喎？你就唔走單邊，你走循環先嘅話，咁你咪睇你金，你上面係火。單道咧，頭先講中離權同埋女同分，點解要拉埋一齊講咧？其實咧就係中離權咧就係女同分嘅師傅咧。中離權是一個武將嚟嘅，將軍嚟嘅，咁啊，因為戰亂咧，咁啊就打到烏里丹刀咧，佢走咗去山林咧，就發現咗有啲正嘢，咁啊將幾本經書咧，呢啲咁嘅正斗嘢咧，就組合埋一齊，咁啊出現咗叫寧寶不發。頭先我講呢扎嘢都係寧寶不發嗰個基本觀念嚟嘅。如果你有興趣氣功，你應該是一定要讀的《寧寶不發》。另外一本著作就是《中女傳道集》。這個是施堅吾的，施堅吾咧就將中離權同女洞賓講對答嘅嘢咧，就寫成呢本啊，即係問答方式寫嘅。寧寶不發咧就好似引經據典啊，邊本書講邊本書講咁樣嘅。咁其實呢個咁嘅單道觀念同呢個單道觀念係一樣嘢嚟嘅啊。咁啊，施堅吾咧就係女洞賓之後嘅徒弟。咁佢點樣會寫到呢本嘢咧？咁就無從稽考啦。啊，或者係根據呂洞賓佢嘅口述啦，
咁我又懷疑嘅。總之呢個係另一個問題，一個考據工作。總之就呢本書同呢本書講嘅單道咧，好有系統咁樣交流出嚟之餘咧，發現兩本書都差唔多嘅咁樣。咁你呢兩本書啊，影響就非常之大啦，影響到跟住落嚟嗰啲宋朝嘅叫做單家嗰個思想發展。咁啊，性命雙修咧，就係呢兩本書都有提嘅，即係話咧，你要練呢個內丹咧，你要練氣嚟到達到一個神仙境界，你唔能夠淨係性功或者唔能夠係命功。咩叫性功？咩叫命功？性功嘅意思咧，就係話咧，簡單嚟講就是道德修為，即係你要積功累德，即係你有道德嘅心，叫性功。你要練呢個性，練呢個心性。命功係咩咧？命功就係將你個盈虛咧鍛鍊，達到一個能夠轉變盈虛嘅一個境界。呢個轉變盈虛最後嘅境界，當然嘅神仙嘅境界啦，係咪？咁呢個咧就係命功，即係淨係搞呢個命嘅，搞呢個身體虛學嘅，搞到佢最靚嘅，啊出神入化嘅，搞到佢。好多人淨係搞呢樣嘢，喺度猛咁練，猛咁練，佢可能跟住就鬧你兩下，講你粗口啊，跟住就攞你啲錢啊咁。可以的嘛，你只是練，所以呢命功是可以獨立的，你不去修心養性的。好了，只是修心養性，一個好好的聖人的君子 的入世，他可以不練命功的嘛，即是 他很快70歲就死的，是不是？個死字可以定義在他70年之後，那就沒有了，那又不行，因為 你沒有一個好好的命，怎樣去做一個君子呢？達成一個君子、履行君子呢個咁嘅體驗做唔到，你要長命先得㗎。你要講俾人聽你道德係點樣點樣。咁所以咧，你喺呢個咁嘅中女嘅單道嚟講咧，佢就極力去提倡性命雙修。你既有一個道德嘅修為，你有個好嘅道德修為，你要行善咧，你長壽啲好啊，仲就可以更加能夠表達到你個道德。冇病冇冇呢個虛學，你點樣表達咧？啊，所以需要有性咧，就要修埋命。好啦，你淨係喺度猛咁練，猛咁練，練到長生不壞，但係你冇一個道德嘅修行咧，你又唔得。你又冇咗個神靈，你冇個靈性，冇一個靈性之餘，又冇一個道德嘅靈性，你就唔得。你嗰個木練到你自己好似一個500年一棵樹咁樣，一個好靚嘅一個木頭，冇一個靈性係唔得嘅。咁所以咧，命功之餘，你又要練埋個心性啦。咁叫性功，性命雙修，呢個性命雙修。咁後來咧，中理丹道之後咧，出現咗北宗同埋南宗。頭先講北宗就黃重陽為首咧，南宗係張伯端為首。咁啊，性功同命功都注重嘅其實，但係咧後人咧將佢分界，因為北宗黃重陽咧佢禅宗嗰個觀念好強。禅宗的觀念咧，就係話你可以頓啊，禅宗你去頓，你身於污泥而不染咁樣。佢重陽立教15論就係咁用蓮花嚟到對嚟到比喻你身體同埋你個靈性嗰個關係。你要掌握到一個好好嘅道德心性，你就得到啦。咁佢偏重於講你個心性。咁咧，後人就話嘅性功為主啦，咁樣。但係其實佢都係練命嘅嘛。咁啊，另一邊咧就張伯端即係紫陽真人啦，張紫陽。咁佢咧就講好多關於中女嘅丹法，即係話又要講年月日啊，又要講8月15要燒要採藥啊咁樣。嗰啲嘢講得好多，即係講你點樣演練你自己身體呢一個問題咧，講得好多。咁啲人咧就話佢係命功啦，咁樣，即係後來攞嚟界劃嘅。但係其實咧，張伯端咧最後咧就其實講個練心呢樣嘢，即係練性呢樣。最初又講練性，最後都係講練性。嚇，咁呢個界劃係對佢哋嚟講係唔公平，有啲誤導。不過即使係咁樣，因為歷史係歷史啊，歷史係愛嚟方便佢講。講呢個文化啊，嗰啲學術學者係咁樣去計劃，就是、方便你自己
你自己去閱讀，呢、這個要好清楚。咁啊，性功不離命功，命功不離性功，都好，都係性情相守。咁啊，好啦，頭先講性功同埋命功嘅定義，仲要補充咧就係性功其實再去名稱嘅時候咧，就出現另一種叫性功嘅性功，就係、是、咧。就係、是、你打坐嘅時候，本來係練命啊嚇，練命。其實咧，你打坐咧，你唔依照年月日時辰打坐，你唔依照你啲氣啊、液啊點樣變化啊，又話爪喉飛金睛，又玉液還丹，玉液練形，金液還丹，金液練形啊，又五氣朝元啊，啲唔玩呢啲，靜坐啦，你靜坐，好似莊子咁，無聽之耳，聽之心，無聽之心，而聽之氣，無耳止於聽，心止於符，咁靜坐。正坐咧，你就會去到一個境界，你嘅身體光華遍野，咁你呢咧就得到啦，咁你就到啦。所謂坎離相交咧，你就閉目一觀，諗到下低，咁就即刻就交啦。咁呢個係性功，即係咁樣嚟界定，有一個性功嘅觀念，同頭先我講嘅道德修為嗰個觀念又係另一樣嘢嚟嘅。咁咧就係性功，咁啊多咗一樣。在命功的轉化來講，原來有兩種的做法，有兩種的做法，即是等於呢禪宗一樣，有一個頓悟的，一個漸悟的，你猛咁落功夫的，那命功呢又要交代年月日時的，又要交代氣啊、液啊，又要交代龍啊、虎啊，是怎樣走，跟住五味朝元啊、玉液還丹、玉液練形那些東西，要這些東西，這個命功之一，唔係呢個係呢、这個係性命相修之中嘅一個命功，但係喺呢個打坐裏邊，你唔講啲，完全係唔講呢啲嘢嘅。你坐，乜嘢都唔諗，坐，咁你就可以達到嗰個修為最高嘅修為。呢、这個叫性功嘅打坐方法。咁又性命相修就係喺呢一度可以講，喺觀念上面可以講就係講咁多啦。咁當然咧，頭先講性命相修裏邊咧，喺命裏邊好多嘢講嘅，性就冇乜嘢講啦。性因為性你心性嘅修為啊嘛，係咪啊？君子啊、聖人啊、道德啊，呢啲就係最基礎嘅性嘅性功嘅掌握。啊，喺呢兩本書裏邊，你都冇嘢講嘅性功，即係你總之你係做一個好人，做一個道德修為嘅高。善人真善人啊，咪真善啊！咁但係咧喺個命功嘅做法裏邊，就分咗兩條主線啊，一個叫命功嘅命功，一個係性功嘅命功。嗰個就係性功。咁但係咧，頭先講咧，由北宗開始咧，由北宗開始，黃重陽咧又拎個禪，拎得好重之後咧。咁跟住咧，明清嗰度咧，明當然呢度有南啦，有西啦，有東啦，有中啦，好多啦。咁啊，明清民國呢度咧就出現咗啲叫五柳派啦，又有佛教更多佛家嘅思想滲入去啦。咁啊，清朝冇乜大人物嘅，清朝有個劉一明啦，文一德啦，咁啊民國咧冇乜大人物啦，陳英明啦，而家有好多大人物啦，即係地公大師、特異功啊。咁啊，當然咧，呢啲大人物梗係唔係啦，揾笨嘅，乜嘢抹咗你？而家真係冇大人物，大人物係靠你哋。咁呢個陳英明咧，就係上第一六幾年六十年代嘅一個好出色嘅中國道教協會嘅會長。咁因為十七定十九嗰陣時咧，廢奴就喺宮打坐，就醫翻好自己。跟住咧就鑽研氣功，鑽研仙學，去
佢稱之為仙學，稱之為仙學。佢認為仙學可以將佢拎出嚟獨立嘅一個體系，唔需要拎住個道教嚟到去講內丹。咁佢自己話仙學。咁呢個好出色嘅陳英玲，佢又練金丹嘅，佢又打坐嘅。佢練金丹係一種體驗下究竟金丹嘅練法係點樣咁嘅啫。佢唔係追求金丹，咁佢係練內丹。佢自從細個嘅時候廢龍嗰件事之後，佢就一生就擺曬時間喺度，咁好出色嘅。出色之後，親陳英玲之後咧冇乜大人物啦，真係冇乜大人物。你見過嗰啲都唔係大人物㗎啦，應該係啊，唔使噏俾我聽都我知係唔係大人物㗎啦。劉一明係龍門派嘅咧，就係呢個亦都係。咁呢個劉一明佢出咗，佢寫咗好多稱為道書十二種，輯咗一本叫道書十二種，你得閒睇下。咁佢都係好出色嘅，但係佢嘅智慧去唔到一個大師，佢智慧去唔到一個大師，即係我認為啦。咁但係咧，但係佢都係好出色嘅一個喺道教裏邊，喺呢個時代裏邊咧。你明嗰陣時五樓啊，呢個東南西北，南就頭先講過啦，張伯端啦，西咧就六西李咸墟啦，呢個六西星咧，呢個房中啊，呢個係呢個陳。陳志虛啊，點樣都好咧，呢啲咁嘅派咧就認為佢有啲係 claim 自己係呂洞賓嘅徒弟，有啲係發夢係佢呂洞賓徒弟，有啲係有啲話真係佢呂洞賓嘅徒弟，點樣都係佢呂洞賓嘅學説嘅一啲一部分。咁所以咧，你睇到呢個整個文化咧。就原來中女嗰個丹道先至係最原始嘅，即係最興旺嘅時候，亦都係最原始嘅。因為佢個系統喺嗰陣時出咗呢兩本嘅時候咧，啲人又有所根據，有所做作，全部都係根據呢兩本嘢啫。咁跟住就發展呢扎嘢，跟住有外來嘅文化啦，當然有外來文化滲入咗去，喺當時嘅文化滲入咗去，譬如嗰啲房中嘅陰陽雙周啊咁樣，嗰啲滲入咗去，民間又滲入咗去咁樣，咁所以咧變咗係咁嘅發展。但係咧就不離呢個傳統，不離呢個中類嘅傳統。咁啊東南西北都係話 claim 自己係佢嘅徒弟。譬如話陳鍛啦，啊練精化氣、練氣化神、練神還虛呢個陳鍛咧，喺華山石刻畫一個無極圖，同埋寫一個先天圖。令到周敦儀都攞咗佢，借用咗佢嚟去立儒家嘅道統，呢個好緊要啊！自從周敦儀借咗佢嘅圖嚟講，搞咗儒家呢一件事之後咧，儒家就光明正大，就講儒嗰個道德個基礎係有根據嘅，咁啊好清咗一條根，好緊要啊！呢個儒家嗰方面嘅道統好緊要，影響甚大。貢獻甚大，但係呢個咁嘅圖式咧，就係陳鍛嘅圖式。咁陳鍛咧就練精化氣、練理化神、練神還虛、練到入道嗰個練氣嗰個圖式，叫人練功嗰個圖式。咁啊呢個影響好大啦，但我又冇講啦。咁而家補充啦。咁啊唐初嘅吹氣飯咧，亦都係好緊要啦，入藥鏡，因為中離權。呂洞賓嗰個時代係五代嘅時代，即係唐末嘅時代。咁唐初都有啲人嘅，啲人就係包括咗崔希範啦、司馬承精啦，呢啲人咧都係好出色嘅道士，就寫咗啲文獻咧，就影響後代。咁呢啲都要講嘅。咁就如果要接觸，一定要睇埋唐前唐嗰班人。嗰啲思想觀念，咁就但係明清之呢度呢一紮嘢咧，我覺得咧就小心去讀，你唔讀都冇乜問題，你讀咗呢兩本，即係認識咗呢兩本，
你先做好教人。你唔認識呢兩本，你唔好教人。你認識咗呢兩本咧，你教人，你可能唔係好想教人。咁但係咧，你唔讀呢啲前邊呢兩本咧，啊，你淨係讀名稱呢呢扎嘢，你就好危險。危險嘅意思係啲人危險，因為咧你一盲引眾盲就好危險嘅，即係你係已經單咗隻眼，你係教啲盲人，咁你其實你自己係單咗隻眼，你冇開過眼，咁你好危險。因為明清嗰度咧牽涉到民間嘅文化，或者係佛教啊，或者係一啲冇基礎嘅一啲文化滲咗入去嘅話咧，嗰、那個單道嘅文化咧就演變咗一啲走偏咗嘅。即係我認為，尤其是正功範疇走偏咗，咁啊背後有好多玄機，係咪？背後玄機就係睇下你有冇錢啦、啊、你有錢啊，先至俾個呢啲嘢你啊。咁呢啲咧就係而家所預見嘅一啲普遍嘅一啲現象。咁如果你搞養生、搞氣功，你一定要面對呢啲咁嘅嘢啊！好多嘢係呃人嘅。如果騙人的部分真係實在太多了，由嚴真啊、張寶勝，至到中間的張寶勝，甚至智能功啊，或者係而家嘅法輪功都好咧，冇一個係唔可以反駁嘅，全部都是一啲古靈精怪訓練嘅嘢。咁你認真去睇有一個 point 咧，最後一個 point 咧就係話一個比較重點。咁正統嘅關於氣功嘅文獻，冇一本書係講俾你聽係可以將自己嘅 氣功係 V 運運嘅途徑係醫人嚟。你唔信睇，你睇書或者多過我，但我睇咁多書，我就係有個咁嘅結論。所以你唔好相信將自己嘅氣就可以對人一個病人去醫治，冇呢樣嘢，就係自己轉變嘅。